明星动态，谢霆锋王菲牵手破谣言。之前网上都在谣传谢霆锋王菲已经分手，很久没有一起露面，但近日网友爆出两个人合体打疫苗儿的画面，随后又被某平台拍到聚会后两人甜蜜牵手离开，而且画面与当年曝光恋情时的一致，所谓经典再现。谢霆锋19岁那年大胆爱上30岁的王菲，之后由于张柏芝的介入，王菲分手。谢霆锋和张柏芝恋爱结婚，生两个儿子，最终又离婚，和王菲分分合合。如今能够再度重复合，也见证两人确实是真爱，所以不会轻易分手。两个人都是具有坚定个性的明星，尽管谣言纷纷，也祝福他们能真爱永久。